今天礼服什么颜色？黑的。男生不是都黑的、灰的、白的？有白的吗？没有吧。小鱼蛋都穿尿布啊，哪有内裤啊？哎，小鱼蛋如果他现在会穿内裤的话，那也太厉害了。就只会穿尿布，还要我们帮他穿。他们将知道什么是后悔。奥数围巾都是破壳流啊，破壳流就是你清线的稍微比较安全一点，因为你拉 Q 发 Q 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发 Q 的时候比较安全，而且你第二件可以出那个夜色原界。你看，像塔隆这种还有凯能，他进场的时候，如果你有那个盾，有时候就救你命。可以往前走，刚好没点蓝诶。破格法洛斯主流吗？我不知道诶，比赛的话应该是吧，比较无脑啊。你不觉得跟那个平 A 的比，你感觉只要那个技能准度有，是不是就快爆了？你看他是爆了，我问你他要怎么吃兵？我靠！我靠！他这个高有点东西哎！哇！竟然是王可正哎！加入爆了，怕怕。那到底在左边还是右边嘞？你们觉得？哭啊！啊啊！干，我怎么觉得我应该打另外一个啊？那我可不可以第一把就出这个彩眼的？这把我觉得会被改弱欸，不觉得他太 OP 了吗？这把哪里 OP 了？他那个做事也差很多啊。哎，看，我操，硬碟空间不够。等一下哦，刚刚显示硬碟空间不够。2 hours later， 那就好了。咦，哇，神刀！你做好视野，这个破壳就会很好中了。嗯，这个有病，给我闪快闪，当然爽啊，勾到就死了。不过说实在的，压力也实在是太大了吧。开始来。又怎么了？狙击手的光脚妖，你刚刚听得懂在公安小吗？嘿，啊！我在这里建议那个法洛斯的 Q 再加一倍的距离。这我一定觉得我来抽的，你们是不是也觉得我来抽的？但是我并没有，我没有、哦。
你们发现玩得很快乐，各种发 Q。你们是不是看着这个破格流法二式，也想要开始来一把了？看这个主播，各种空 Q， 战机322，快乐啊！来啦，开始来做视野了，把自己当做辅助。然后这个视野没有的时候，马上来射他一发。哦，没中。哦，有眼欸。看他快死了，再一发就死了。这就是我们破壳流强悍的地方。你看他回家啦 ，AT 回家了。他喝了一罐水，我马上再送他一发。哇，有没有？你还说没有半血？回家了，回家，这下真的回家了吧？我靠！我靠！这个什么操作？哎，有点东西哎，塔龙，我很快乐吗？你的意思是我在戳吗？应该是我误会了吧？欸，我没有魔嘞。哎，欸，不好吧？我相信他是不是不要让我回家？便宜？什么？打团没卵用，我超级有用欸！你是你先打，现在打开那个输出表，我输出是菜啊，十倍，你信不信？我该来做个视野哦。把自己当做哇，一直加30欸，这把武器真的好强哦！有没有下一个眼？有没有下一个眼？我的，哦，花龙要掉了。等一下，塔龙！哇，我觉得这波应该是 AD 差距，哎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？这武器也太强，真的很强哎，这把。然后下一把我们直接买那个夜之风刃，而且这把做事也太猛啦，啊！你知道以前法洛是差在哪里吗？就是你有时候在中间有现眼的时候，你的那个 Q 技能。其实不好中，因为你站在人家眼上拉弓，那个最好会中哦，又不是傻逼，对不对？谢谢。这个不能猜了，再猜一定死。跟着我一起进场吧，猜眼怪物。哇！居然还有人说不是 AD 的差距 ，fuck you，fuck you， 哦，没说过就骂脏话，不是啊，我不是在骂脏话，我在发技能。反正玩法洛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视野争夺战，但是你是很有优势的。不过你看我那个视野分数39，就知道我是做了多少事情。哦，杀心很重哎！不是啊，这两个有病啊！为什么啊？我走在路上就有人要这样对我哎，很难防哎！而且其实你看，我如果没有这个夜之原戒，我是一套就被塔五秒了。我刚刚看那个血剑，感觉蛮危险的。
他们不知道，他们不知道，他们不知道。哇，你们看到，轻轻松松就守住了。但是我已经没有 mana 了，我已经没有 mana 了。基本上，你不觉得有法洛是他们就很难吃掉巴龙吗？我不死，他们很难做事情。然后现在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凯能跟塔龙都有闪现了，因为我们闪现是同时的，这代表了下一波你要抓凯能的位置，你不能就这样走在这个前面拉这个 Q， 他一定会想尽办法绕你，你要抓他的位置。对面已经慌了，凯能来了，先怂他一把，看他怎么刚有盾啊。等一下，大家看我一下！等一下，凯南！哎呦！哦，很快乐，对不对？我不能反而是很快乐吗？又轻松的 carry 了一把。Lu Dou Biao Yan Sai Gi Hun E Men T T A You Can Shu Ma She Dan Li Shu Ta Shang Hu Chi La。想不起来啊？为什么这个 Google 是这个声音？反而是就 Q 一呼点就好啦 ，W 点一。哇，天哪！有这个破格有法洛斯，现在越来越快乐了，现在越来越快乐了。每一场看起来都跟我很有关。